天33块钱，一天连一杯珍珠奶茶的钱都没有。今天买得起廖老大的饮料，就可以去健身房。一杯珍珠奶茶花几钱？50块。健身房现在的收费，讲白一点，是非常便宜的。哦，我不知道你的观念，哦，停留在20年前吧。我讲白一点，去你去外面玩还要划算。像馆长的健身房，一天33块钱，2年28500，扣掉入会费3500，才25000块，一个月1000出头块，1000块，24个月。还会赠送一天33块钱，一天连一杯珍珠奶茶的钱都没了。今天买得起廖老大的饮料，就可以去健身房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喝廖老大的饮料也是上流社会的人，或是说，今天你老公在外面工作，你喝廖老大的饮料，你在喝；你老公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你喝什么廖老大？林某走去买一杯珍珠奶茶，你等下拍死！啊，怎么了？我今天的外号做是做几工的？是绿林沙小珍珠奶茶，一杯珍珠奶茶多少钱？50块。我滚！全省现在只要6都，大家都在建国民运动中心，那所以国民运动中心也是健身房的一种。1个小时50块，1个小时50块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去国民运动中心的人也都是上流社会。那廖老大，所以你意思就是说，运动管理系以及休闲管理系，或是体专这样的学校，都可以关起来。现在讲难听一点，哦，台湾任何人，只要你有正常上班人，绝对都负担得起，绝对都负担得起，绝对都负担得起。好不好？杀人未遂加持有自制枪支行凶，这么严重哦？我到现在还不赞成的就是废死啊！判死刑是一回事，执行又是一回事，永远都不会执行。然后你昨天演戏，昨天还前天演戏，在那边说，我支持警察用枪。为什么今天这两个警察会死？你们这些当官的要检讨了，还有你们这些立法委员要检讨了。这好几年的时间，这5、6年的时间，我不断的跟政府讲，不断的跟民进党政府，都是你执政没错吧？我跟你讲说，枪支使用条例以及警察在外面临检遇到歹徒的时候，已经发生了很多案例，甚至检察官都去起诉检察。然后你昨天演戏，昨天还前天演戏，在那边说，我支持警察用枪，你支持你民进党过半数。一个换脸法要我讲几遍？你什么时候要修？我真的跟大家讲，连我的案子，不要说我很伟大、啊，我自己就是我是当事人嘛。哎，馆长你有没有？我自己哦，人家开枪打我就1个7年1个8年，他的罪名是杀人未遂加持有自制枪支行凶，这么严重哦，7年。台湾的法律嘛，你再不修嘛，我都说了持枪、暴力犯罪、变态犯罪，甚至死刑，最好笑的啦。我从以前骂到现在，我到现在还不赞成的就是废死啊！就是民进党到现在执政了6年，执行了多少次死刑？昨天的新闻也有在讲，判死刑是一回事，执行又是一回事。各位知道我们里面还有40-50个死刑犯吗？永远都不会执行，就是你判他死刑了，他还是不执行，因为司法部长要签，没有人要签，